委员秀霞，询答时间30分钟。好，谢谢主席，请蔡被提名人。请被提名人。委员好，蔡部长好哦。蔡部长，首先恭喜您哦，被提名为大法官哦。大法官是宪法最高的守护者啊，当然检视的标准也是要最严格的啦啊。那根据你提供的简历哦，你被提名为大法官人选是依据司法院组织法第4条第1项第6款研究法学，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者啊。你是在105年5月20日来担任考选部长的，到今年有3年吧。对，超过3年。那这个也是你唯一哦跟政治有直接相关的职务了哈，是也才只有3年的任期哦。那本席对于你被提名的依据是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者哦，本席是持保留的态度哈。在你提供的简历里面哦，你说到担任考选部长的期间，你有相当亮眼的成绩单，那请你扼要说明一下，你这3年推动了哪些亮眼的政策，成效为何？还有你试任大法官的理由是什么？就考选部长的这个职务哦，那这个首先我必须要声明的是，这个是我和考选部的所有伙伴一起努力才提出来的。如果这个我们有一些成果的话，不是我个人的一个成果哈，这个是我第一个要说明。那我们在这3年多做了什么？我们分成几块来说。第一大块，我们这个循序推进了这个国家考试的医化这个部分，在应考人的部分呢，我们已经相当完整的都上路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考试从报名一直到放榜，这中间跟应考人的权益相关的事件呢，我们都以数位化的方式来表现，包含就是不管是入场证的寄发、成绩单的寄发，还有相关申请要件，我们都是透过一个一化的方式来完成。第二大块则是我们的专技人员考试的这个考试方式呢，有这个大概超我们有80几种专技人员的类别和考试的存在哦。那这中间呢，这个基本上大概有这个至少有1/3以上哦，我们都做了很多调整，考试方式上面的调整。比如说在前几天才正式生效的会计师的这个考试及格方式哦，从补考制改为滚动式的科别及格制，更早之前是建筑师，然后我们的技师、大地工程技师、这个律师有非常多的专技人员考试哦，我们都做了这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调整哈。然后另外就是属于这一个公务人员特种的这一个人员的需求，这个部分是要满足用人机关的需求，我们也因应国家各个部门用人机关的需求做了很多的一个制度上的推进。最后我们同仁在整个考选部的同仁的努力之下，当然也是考试院的这个支持之下呢，我们向大院提出这个专技人员考试法的第20条的修正。这一条规定呢，这一个在大院的委员的支持之下呢，通过了这一个修正之后，我们专技人员可以借由考试方式跟国际接轨，我们这一条轨道已经铺设好了。那这个当然就是非常感谢大院的一个支持哦，因为我们只能够这个提案，但是大院委员的支持呢，让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好，这样我大概知道了啦哈。但是说到这个考试制度的部分呢，考选部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公告说，高普考的这个考科会更改哦。但是在6月份的时候，你们又宣布暂缓哦，这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改变会随便就做决定呢？
这个这一个改革案哦，它的源头其实是全畜部推动的直组直系的整并案，也就是说，所有全国公务员的归系的这一个结构有发生重大改变。那因为公务员每一个公务员都要归系归组，归系的标准呢整并了之后，从原来的百余种缩减为一半之后，考试类科和科目原本是这个合宜的想法是要配合修正哦。那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改革方向呢，其实也努力了这个超过两年以上的时间哦，做各种各样的沟通。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案在四月提出来，但是目前呢，其实不是宣告暂缓，而是目前这个已经不适宜再推，而是这个主要的原因、现在是不推了是吗？对，你知道网络上有很多质疑的声浪吗？这一次考科的这个更改哦，他们也认为说并没有征询足够的意见以及第一线人员的看法哦。对于他们的这些质疑哦，这些声音哦，考选部到底有没有失职的地方呢？未来你要如何去确保这些适才适用的目标？是，但是目前呢，考试的这一个部分的变革呢，因为考试院的委员认为我们应该要在更慎密的这个研议，而目前还不适宜推动这个相关的这个类科和考科的这个整并案，所以我们会秉持着这个考试院的这一个这个方向呢。还是会持续的进行沟通和研议，但是目前我们为了安应考人的心，我们已经说明今年当然是本来就从来就不可能实施哦，但是我们为了要让全国的这个应考人呢了解未来两三年的动态，所以我们才会这个在考试院同意的情况之下呢，来宣布这个政策呢不再推动。好吧，知道。那考选部今年也推动私立合一的考试啊，司法官跟律师啊，第一试跟第二试啊是一起考的。那这样的考试心智啊，其实会影响到很多的考生哦。那成效怎么样，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定论哦。可是部长，你却要被提名为大法官的啊，那这样的话，私立合一考试未来成败谁要来负责呢？这个报告委员哦，这个容我稍微解释一下私立合一考试的由来。这个政策的决定不是考选部，这是司改国事会议做成这个法律人的考试必须要合一化之后，在这个秉持的这个建议，这个考试院、行政院和司法院组成了院级的司改国事会议的协调会议，就这个议题达成一个结论，是分阶段的来实施司改国事会议所建议的法律人循序合一考试，并强化这个训练的这一个目标，所以这一步第一步的这一个合一呢，是希望能够在很循序，而且不会有这个制度重大变革的情况之下呢，同时也兼顾应考人的一个应考上面的利益，所以才决定合一举行。这一些程序都有完全这个履建法定的相关程序，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啊。那1950年到1987年呢，律师的人数只有大概两三千人呢。当时大家都认为律师的人数太少了。那几年前开始提高录取率哦，近年来每年都录取了大概有1000人左右，但是市场消化不了这么多的律师哦，所以现在流浪律师是与日俱增哦，很多了哦，律师界哀鸿遍野哦，已经成为国安问题哦。那我要请问蔡部长哦，你认为应该要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法律人，尤其是我是执教编的人哦，我向来认为，如果这一个国家所教育，而且还经过考试培育出来，通过考试的
律师其实是没有到千人呐、啊，其实最多也没有到达这个每年一千人哦。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每年有这个经过这个审查认证的有七八百位这个法律人呢，可以取得律师证书，我认为这个是法治国家之幸。也就是说，前提是在教育还有考试是有一个循序，而且是内化到法律人培育的这一些前提之下得到这个数目，我不认为这个会有所谓的这个法律师太多，市场消化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当然就是我的身份并不适宜去谈这一些律师如何能够更进一步的整全，并且来这个更牵合我们社会的需要，因为不管是考选部长还是大学教授，其实都不适合直接，也没有办法直接做一个建言。但我认为这一点在司法院、法务部还有考试院的通力合作之下，我们一定可以这个让这个为数足够的这一些优秀的法律人成为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这个先锋和中间，而不会变成是一个流浪者的悲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透过这个有序的这个相关的司法改革慢慢做到，但是必须要一点时间哈。那有法界人士就提出要推动公职律师的这个制度啊，这样的制度你支持吗？这个制度这个其实在考选部和考试院其实一直都有在讨论。那我觉得这个政策的推动必须要有更周全的一个准备。那目前现阶段这个公职律师的一个这一个政策方向并不是这个在目前为止这个考试院并不乐见这一个方向的发展，他觉得我们时机还未成熟就是了。对，时间还未成熟，简短就好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哈。那我再请问部长你被提名的依据是富有政治经验哈，但是本席看来看去其实我真的找不出部长富有政治经验的这个轨迹政策的推行都没有受到检讨你已经要去做大法官了哈，我觉得这个是好像不太好了。那当然你刚刚有解释了哈，你刚有解释说这不是你个人呐那所以我们也不在这里做争辩了啦哈。那再来谈到政党了在我们的征修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五项的这个规定政党的目的或其行为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者为违宪至今有效的民主进步党党纲主张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选择决定我要请问部长的是，政党的目的或其行为在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并制定新宪法，它到底是有没有违宪呢？这个报告委员这个提问我的回答都是一贯的也就是简单的说，防御性民主所要确保的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必须是实质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遭受危害。这个遭受危害包含就是扬弃自由价值、民主、民主法治的价值，不是集中民主制的价值，这才有可能会引发这个违宪政党的争论。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一个内涵是保障这个人民主权的所有行使，所以在这一个脉络之下，我并不适宜就太具体的个案来发言，但是在理念上我觉得这是没有疑虑的。只要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这一个认同以及定位并没有被本质性的伤害，我不认为在这边会有防御性民主的一个机制启动的可能。好，因为您未来是大法官是解释的这个解释意志的这个
大法官哦，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听到你的解释了哈。那你既然有一些些的不方便，我也不在这里为难你了哈。那再请问哦，在1997年6月20日释字第64号的理由书里面所谈到的，组织政党无需事前许可，须次政党成立以后发生其目的或行为，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者，经宪法法庭做成解散之判决后，使得禁止啊。那我要请问部长哦，你成为大法官以后，你要面对，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它跟我们现在的政党法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是1997年6月20号释字第64号的理由书里面所谈到的。我们现在的政党法，以我的认知哦，基本上也没有这个没有采行事前实质审查制，就是整个不管是宪法法理还是大法官的解释，向来坚守的是，不可以以国家的一个这个权力行使的方式来实质审查其这个人民组成政党进入民主场域的机会，关键在这一点。所以呢，当然我不适合就个案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呢来做说明，但我的认知是，就这一点，政党的这个成立与存续，不应由行政权为实质这一个管制性的一个介入，这一点我相信是我们的政党法也是护守的。好，那这些年来哦，大法官哦已经两度不受理监察院的释宪申请案，有一次是不受理立法委员的释宪申请案呢，并且辞为审理法官所提的不当党产条例释宪申请案哦。因为这样的作为哦，使得台湾难见光明哦，只有少数的人是例外的哈。请问部长，你在成为大法官以后，你是要做中华民国宪法的守护者呢，还是要做容忍政府继续毁宪的执行人呢？这个报告委员，这个首先呢，向委员说明的是，在2022年，也就是大院这个委员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所这个即将要施行的宪法诉讼法，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借由一个完善的宪法审判制度，明确的规定各种宪法诉讼形态，而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民主化法制化的一个巩固的一个新法制，其实现在有一些就是可能在延续旧的这一个制度之下所出现的一些乍看之下也许争议很大，但是实质上如果新法下的一个制度已经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显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确是有讨论的可能性，而我认为这个绝对不会有这个让宪法无法见光明。刚好相反，借由大院的这一个立法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宪法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一个共识，将更可以成为团结整个国家人民的一个指标。好的，那最近你也应该常常听到三个字哦，假新闻啊。那这个假新闻的定义啊，什么叫假新闻？这个定义都还没有出来哦。但是民进党政府已经宣称要严惩假新闻了哈。那他这样的宣称，是不是侵犯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呢？有没有违反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呢？这委员问了，提到了一个这个很重要，而且也是全民必须要努力思考的问题哦。也就简化来讲，用专业术语来讲，叫做防卫民主的这个机制呢，怎么样和
人民的这个表现自由来取得一个最适切的这个衡评哦。那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最适切解决这个问题的场域是大院，也就是说，当利益发生冲突哦，就是各种宪法所肯认、所支持的各种不管是私益还是公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由守护民主的国会来做适切的一个权衡解决。其次，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哦，防卫性民主法制的背后不是没有人权的考量，是一个国家为了要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尤其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有可能受到第三势力危害的这些基本人权的价值所共同积累而成，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公共利益，我们把它叫做国家安全的利益。其实它的这个核心成分还是人民的基本权的法益，这一些法益。第一线是应该要由民主的立法者来做权衡解决，第二线则是由争议个案的司法权，当然不是大法官，而是由各级法院哦来扮演这个司法防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个不是只有发生在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的国家在21世纪都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和。挑战。那我觉得这一个所有自由民主法治国家阵线的这一些国家呢，可以相互的一个学习沟通，然后一起来面对这一个这一个眼前的一个大难题。好的，那接下来谈到6月23日哦，反统媒游行哦，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要求。立法部门要尽速排审相关的法案，防范中共透过媒体渗透、分化以及散播假讯息哦。那在这里本席哦，不去讨论统独的议题哦，单纯是从新闻自由跟言论自由的角度啊出发来请问哦，部长哦，你这样的诉求哦，它是否违宪？可以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就剥夺另一群人的听阅权吗？这个报告委员哦，这个跟我刚刚已经做了一点说明的这个民主防卫法制哦有密切关联哦，但是我还是认为像这样的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眼前的难题和挑战，应该要由睿智的国会。议员呢，请听民意来确定民意之所在，还有在宪法的框架之下呢，来形成适当的政策。而这一点呢，我想并不适宜由行使这个司法权不告不理、被动，而且不能够主动来引导政治发展的宪法审判者来事前智慧。好的。那我就不再继续追问您了哦。你认为这不是你不适合在这里谈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谈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5条第3项里面的规定哦。除了本法及各机关组织法规以外，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规规定机关之组织。第32条呢是独立机关总数以3个为限。第36条，一级机关。为因应突发特殊或新兴之重大事务，得设临时性过渡性之机关，其组织以暂行组织规程定之，并应明定其存续期限。这个是5条第3项里面所做的规定哈，但是我们的促转条例的2条，它直接规定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以及行政院组织法的限制。作为一个临时性的机关，却又不明定存续期限，其余2年内未能完成者，得报请行政院长延长之，每次以1年为限。我还是要请问部长，你认为这是不是使这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以及行政院组织法形同具文呢？
这样的规定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呢？有一点困难是相关的问题，据我了解，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大法官的桌上，所以像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也不适宜在这里就个案来做意见的表达。谢谢。这不是个案啊，你都不适宜回答，那我们今天都白问啊。那还有我们的处转条例的第十四条的规定哦，我是讲一下啦哦，派员前往有关机关或者机构团体事业或个人之办公处所事务所营业所或其他场所为必要之调查或勘验，还有十五条哦，处转条例的第十五条，得于必要时临时封存有关资料或证物，或吸取留置其全部或一部，主管长官若拒绝，必须于七日内取得行政院、法院甲处分裁定同意者。我认为啦，我想你还是不会回答啦。我是认为说，行政机关的这个处转会哦，没有搜索令哦，就可以随意搜索跟扣押哦，我这个是违反宪法规定的啦，是我个人的认为啦。那部长，你可以回答吗？这个涉及个案哦，尤其是抽象条文的解释，的确不答案又是一样这个割裂脉络来回答，答案又是一样的吧？那像你这样从政务官哦被提名为大法官人选哦，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啦。哦，那我还是请问你哦，你在八年的这个任期届满以后啊，你是否会再重返行政系统？我想这个我现在的政务官身份是从台湾大学借调的，也就是政务官的身份本来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司法院大法官的任期结束没有所谓的返回行政系统之说，因为那根本没有连接。那您认为担任宪法守护者的大法官适合有政党颜色吗？大法官认同宪法，守护宪法，所以呢，大法官应该独立行使职权，不应该有这个政党的一个预设立场。不应该有吗？不应该有颜色吗？要超然公正嘛，对吧？是。那不管是哦，你在那个服贸协议跟年改优存利率上哦，你都是选择跟民进党站在一起的，而且态度非常的坚定哈。外界质疑你的政党色彩非常的浓厚，并且不是大法官呐哈，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我是宪法学者，宪法没有蓝色，也没有绿色，也没有政党颜色。从来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政党，但是我作为一个认同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宪法学者，我在我的这个教学研究工作之余，行有余力，我认为参与公共领域的任务呢是社会义务，所以呢我在过去不管是唯文论著，还是在这个若干的一些公共议题呢，应邀请来发表意见，都是秉持这样的立场。我不认为我这个有预设政党的立场。然后同时，我要特别强调，我的文章其实都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的一个基本核心是，它不会是一个这个媒体的政治语言。所以呢，我在这边要特别澄清的是，如果谈优惠存款利息那篇文章，那个文章呢是在2010年以前的学术论文，全长应该是快40000字吧。一篇学术论文有我的论理。好，那如果讲到服贸的这个事件，我必须要再重申两点。第一点，从头到尾在服贸的事件、反服贸的事件的这一个议题上，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从来关注的都是程序正义的问题，我从来主张的都是，也是最后立法院所做的那个决定，立法院最后是宣示
先立法再审查，而我个人在那个过程中，如果我发挥我的公民任务来说明，那其实是在这个脉络之下说明，我不认为这叫做有颜色。如果要讲有颜色，我认同这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这一个价值观，那我不知道这个长什么样的颜色，这是宪法的颜色。好了，那最后呢，我还是在你上任，期盼你在上任之后呢，能够秉持政治中立的精神呢，保持一贯公正超然的态度来维护我国的宪政秩序了啊，这是必然的，谢谢。保障人权的人民的权益啊，不要让大家失望了，为国家尽一份心力啊。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周成委员，也谢谢被提名人